片，一夜过一夜，人生亲像是电影，一幕一幕啊伴，行过路遇到的风景，有时精彩，有时假惊的惊吓。新的故乡，一曲搁一曲，人生悲欢岁月，何必盘算过岭？有时白行，有时轻松路行，一步一脚印，拢爱小心稳稳啊行。Hello， 爸，是啊，台湾发生大地震，啊，敢有要紧啊？台北这边哦，无代志啦，一切平安。嫌过哦，中部那边足严重的，啊，真侪厝拢倒啊。啊，你甲妈妈讲哦，叫免烦恼啦。好啦，我知啦。我今仔要甲师兄姐去支援救灾，啊，这几工哦，应该足无闲的。啊，找敢好？阿妈的身体有较好无？啊，敢有搁四处爬爬走？哥，伊真好啊，我嘛真好啦。阿爸，伊家己嘛在保重的。莫伤忝啦。我知影啦。大家，大家拢穿好啊，会当出发啦。哦好，转。阿爸要出来去啊哦，再见哦。好，再见。哪会这么严重啦？就可怜呢。嗯，无怪爸爸因哦，拢赶去帮忙救灾啊。哈，到这阵啊，无我都联络到陈师姐因哦。哪会这拄好住伫咧台中啊？好啦好啦，你若有消息吼，紧甲我讲啦。好。妈妈呐，啊你头是安怎啦？手嘛是啊，你是讲安怎啦？啊着我无说你跋倒去磕着头啦。不要紧无啦，妈妈看者。袂啦，不要紧啦，干那破皮尔啦。对啦，妈，啊，厝内敢搁有运公伞？你问这要怎？啊，着我进前车祸内伤还袂好啦。车祸？毋是去弄着脚？妈，其实搁进前哦，有伤着胸腔嘛，啊，毋过今日烦恼都无讲啊。哎呦，恁这囡仔要哪会无讲的啦？运公伞哦，带好吃完啊，我才搁叫恁爸寄过来。你还袂吃哦？我煮一点仔物件。
到即届灾情遮尔严重啦，活到遮尔大汉哦，好一边拄着遮尔大地动。是啊，惊死人！不管遐个厝会倒来，根本拢袂砍进嘛。啊，毋是有迄乌心电箱吼，头工点了，那有可能厝化倒就倒。遐是毋知要怎救我，无真正想要第一时间去救遐个人。咱安尼也袂歹啊，斗三工去搬遐救援物资，啊轮流煮香鸡吼现场的人食，啊大家有偌济能力就出偌济力，这拢是心意啦。对，虽然讲搬遐物件真重，搁流规身躯汗，啊毋过会当甲伊斗三工，我就感觉家己真有路用。对，我即世人吼，头一次感觉家己安尼遐重要。无毋对啦，啊虽然大家吼做啊大粒汗、细粒汗，汗到腰酸背痛。也不过就想到会当帮助遐灾民，这一切付出拢有价值啦。好，咱明仔载继续拍拼。哦，我看是无多啊啦。这么早是谁打电话来？喂，大华你好。哦，头家娘哦，头家你的电话。阮太太。我来了，在接。哦，头家娘是咱姐哦。现在我生了在，莫诶。喂，菲菲啊，啊今日你哪会卡过来遮？哎呦，卡过也痛啊啦！恁拢去救灾哦，无用到即马才转来。啊是啊，明仔载哦，爱过过支援嘞。哦，啊你爱食饭就照时间食呢，莫拢无爱食哦。逐摆哦，拢等恁恁恁到转去厝的哦，才凊彩煮一下。物件，安尼营养无够哦。我知影啦，我会注意啦。啊，恁遐救灾的状况安怎？新闻讲哦，台湾一直都有余震呢。你放心啦，阮拢伫安全的所在，袂危险啦。啊，恁迄边哦，无看情形安怎？有啦，咱遮的华侨哦，拢足关心台湾的状况，嘛足热心的啊。大家哦，拢想要贡献家己的心意。是啊，啊不分海内外哦，大家拢足关心台湾这片土地啦。哎，曼珠啊。啊，你若有时间哦，寄几罐运功散过来，茂安要吃的啦。茂安，爱身体倒位无爽快。啊，着进前车祸啊，讲弄着胸腔，讲胸腔杂杂啦。遐毋过哦，伊药品袂当寄空运呢，无你先去当地哦找看卖啦。哦，啊，我想起来啦，迄咱储藏室后壁应该有我进前扎过啦。嘿，你先找看卖。好啦，好，再见呢。奇怪，啊，之前也毋捌听妈妈有内伤啊，总从安讲话吞吞吐吐，敢咪是妈妈佫出状况啊？阮，我已经查到迄个廖伯仔是啥啊？嗯，好，就安尼讲定哦。我会绕人过，嗯。靠！你今日佫想要创啥？你莫管啦！你等你看，这礼拜有一场大活动，莫佫你遐代志啊啦！妈，你完怎无啦？哎呦，好，哦，啊，就要去找文公山啦，啊，电话就歹去，都看无。啊有安怎无啦？有伤着无啦？有闪着吗？啊有闪着无啦？无啦，落落就好啦。吼、哦，要摕物件叫我就好，是安怎要家己来啦？哎，莫啦莫啦，你脚才拄好，你莫去啊。崇安啊，你去摕。好，我来摕。恁爸讲哦，放伫咧上顶面啦。哈。你找看卖咧。好。猫安啊，你身体若真正无爽快，你就爱讲。我带你去看医生啦，啊，干那靠遐嘛袂用的呢，吼。好啦。嗯。无啊，无看到啊。有啦，恁爸讲有，就一定有啦，你找较详细啦。隔壁，隔壁姐找看麦。我足无路用的，家己的代志，我牵头妈妈甲创安，拢是一定人。若是无用，就袂领出这块代志，妈妈嘛会搬落来。啊，有啊，找到啊。哦，对啦，就这啦。嘿，啊你来，卡细你诶。哦。
猫安娜，你是安怎？哦，出来吃，出来吃。好啊。对啦，就这啦。行。一念之非，即种恶因；一念之事，即得善果。因果，因果。冒完进前了的麻烦，敢会造下恶因，去影响到未来的果？面对业力，不要埋怨，要用宽谅和乐的心代替怨。愈想愈不安，啊！进前冒安的态度实在让人放不下心。希望这一切都是我假想的。无啦，啊，什么声音嘛？妈，你要出门是无啦，爸，你有代志哦。啊，无啦，啊，爸爸，就打电话来问看卖恁遐敢好。阮足好个啊，你免烦恼啦。啊，最近几届哦，啊，爸爸去救灾，啊，心内足感慨。有很多人因为一场地动，家破人亡，迄有诶根本未赴走，啊一个仔囝，啊生命就结束，实在足无常诶。啊，看到遐未赴大汉诶囡仔，啊爸爸就想着你啊。你一定爱好好啊珍惜你家己，会当好好啊活咧世间是一种福气，知影无？我知啦，啊！爸爸今麦无法度在恁的身躯边，甲恁照顾，你一定要好好保护你家己哦，吼！爸，你放心啦，我袂让家己受伤的，吼。好，爸，再见。万一迄阵人找到这，妈妈应该走会去。我若无伫个，
谁来保护因呢？你创啥？啊！伊讲哦，赶紧要救灾，啊，无说你啊，水杯啊，车倒啦，啊，橡皮弄湿去，啊，我想讲哦，即摆装个相框内底，以后都袂去弄着啦。遮功夫啊，你不要规气换一张新个就好啊。啊，一张是进前哦，冒弯哦，洗好啊，迄意义无共款啦。吼，啊，你爸仔囝感情真好呢。老实讲哦，即几工我嘛足烦恼伊个。啊，虽然哦，进前惹出来麻烦已经解决啦，不过我嘛是感觉足不安的，惊佫会发生啥物代志啦。袂啦，我想哦，妈应该袂佫惹代志啊啦。伊佫少年啦，啊无定性，真歹讲啦。不过哦，昨甲我讲电话讲了真久，伊嘛甲我讲伊知影，安尼我就较放心啦。哎呦，少年人啊，啊本来就较爱耍啦。啊，过一阵嘛，伊个性就较稳定啊啦。啊，你少年嘛真爱耍，你应该真了解啊。喂，大豪你好。哦，我李师兄哦。嘿，欠人手。好好好，无问题无问题。好，再见哦。什么代志？罗师兄打电话讲哦，组合武功成绩嘛欠人手啦，看咱公司有偌济人要咱过支援啦。无你问看卖，啊，公司的事情我来发落去。各位啊，九二一组合屋工程那边哦，欠人手到三工啊。阿雄，啊，你去问哦，有来加班的员工。啊，小陈，你打电话问今仔放假的员工，看有啥物人会当过来到三工。免啦，大家需要头家遮侪年的照顾，哪有可能唔答应？对啊，我头前讲好。多谢恁大家支持啦，也毋过也是问看卖，啊，卖讲勉强啊，吼。好，我出去。坐下来。哥，你电话开关拍开看麦。好。水啊，啊你妈妈哦就袂跋倒啊。嘿啊，这撮脚路我嘛已经拜好啊。啊！你妈妈就袂去骑着啊！你实在足认真嘞，连这点拢有想着，我拢有想着。啰嗦啊！我先来去啊！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哥，你要动手啊？莫去好不好？动什么手啊？好，你讲大话动哦！我实在是足不安的啦，拜托你放弃好不好？安啦，活动已经取消啦。而且哦，我为着要断出家己想要报仇的想法，我连手机甲号码拢换去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手机啊，若搁留的，我就一定甲迄阵朋友搁联络。迄阵朋友若伫的，总有一天我会挡袂牢想要报仇啦。所以遐朋友以后就无法度找到你啊，安尼真好个呢。连我要找伊嘛无法度，连一个号码嘛无留，安尼我才能完全切断甲伊的联络。那安尼吼，我就放心啊啦。你都唔知影，这几天我有偌紧张的，就烦恼你无法度转来呢。凭我的能力哦，想要报仇绝对无问题啦。伊嘛一定抓袂着我。啊，不过伊若是报仇找到厝来，恁是要安怎？哥，你阁会想着我？烦恼我走袂去哦。你只可，你巧啦，走会去。我烦恼的是妈妈啦，爸爸、姐姐啦。因哦，根本无法度应付啊！这件代志绝对袂用让爸爸妈妈知影，莫让因烦恼，知无？嗯，良心发现啊，兄，赞，真好，真好。嗯，一个哦，老弟为你收收的啦。好啦，来来来。小的红菇粿甲小的面汤来啊，好起来，好起来。这是我头好食啊。来来，放一只。小小。哦，这粿无辣无，我是讲要无辣。哈哈哈。面线。
你几岁啊？啊，硬一个物件硬袂好。我大啊，我今下搬几工的迄种连锁砖，手手较无力啊，也袂掉了。哎，来来来，我来啦。哎，硬一个物件袂了。你嘛帮帮忙，安尼就见效了。我今日嘛是伫咧搬啊，手搬哦，足酸的，到即马搁咧喘。我来啦，恁坐落来啦，我来为恁服务。好啦，我紧啦，啊，咱大家拢同款啦，啊，今仔日吼，我嘛搬到腰酸背痛咧。啊，即届吼，咱去中部支援迄组合屋工程啊，啊，逐工吼，就是搬迄连锁砖呐，啊，铺迄地砖啊，吼，每一项物件吼，拢重酷酷，迄手吼，一定会喘的啊。像我这种做粗工的人吼，都强要挡袂牢啊，搁讲是真两位大头客。嗯，你即马吼是讲两个有年岁就对啊？啊，无啦，我毋是这意思啦，头客，你搁少年啦。诶，好佳哉哦！今仔搬遐重的物件哦，啊是一个啊传一个，安尼也传袂去。啊，若无吼，叫我一个人搬遮尼远吼，就算讲减二十岁，我嘛袂堪的啦。嗯，啊，恁两个人吼是坐办公室的啦，甲迄吼迄做粗工的吼，哪会当比？无哦，某的，你安尼讲就毋对安尼，你拢毋知哦，迄现场做粗工的师傅哦，偌乌鲁人的，对无？嗯。遐师傅吼，讲哦，阮婆仔真正足专业的啦。迄若是哦，迄算工钱来请咱遮组织人去做吼，迄一工上无歹6000块。嗯。有影无影？迄是师傅在讲客气话啦。无，是真诶，我伫现场毛听着。嗯。你看，真正毋是我臭大。阿祖，是毋是？啊，其实师傅的意思是讲吼，啊，咱组织人吼，骹手紧，啊，做代志搁认真啦。啊，虽然咱毋是学即道出身的，也毋过因为用心做，啊，所以就师傅级的功夫啦。啊，这就参像哦，上年你讲，用心就是专业。嗯，讲实在啊，即边我去支援才知影，啥物叫做团结。咱每一个团队吼，干一个拢袂用一个，就算讲吼做上简单的代志，拢有伊的意义。对，我感觉吼，咱每一个人拢亲像一粒螺丝，若减一粒吼。迄机械就无得运作啊！是啊，这就叫做吼同舟共济，嘛是革命情感啦。咱即阵安尼走落来吼，咱每一个人的感情都愈来愈好，一世人吼永远都分袂开啊。是啊，咱即顿食落去吼，咱所有人的感情就永远吼散袂离啊啦。嗯。是讲哦，啊，即马组合屋工程，佫需要真侪经费啦。我是咧想讲哦，看有啥办法会当哦斗三工即个募款的工作。咱来办一个义卖活动来募款好不好？好啊，这我赞成啦。我是讲哦，要卖啥？太太，这阿姑姑太好食。哦，哎，有啊啦，咱来卖只红菇粿啊！你看，这哦，看起来好格调，啊，搁好吃，一定足好卖。我赞成，头家娘做的红菇粿吼，是世界一流的啦。大概哦，头家娘做红菇粿的时阵，我拢一摆食过啊。免讲吼，大家拢知影真好吃啦，啊，拍鸭拍大声，全世界拢听到。咱今仔讨论吼，咱的红菇粿啊，是要用什么方法啊来义卖？红菇粿吼，会当做几落种口味啊。有这阵斗阵拍拼的伙伴，真正是人生一大福气。啊，搁红豆啊，内底会使加酱啊。爱是说不出的感谢，爱是每天多付出一点点。双手合十，不在乎考验，让爱传出去，它像。
很好，只是啊，手语啊，它是有延展的，所以动作和动作之间的衔接要再做的流畅一点哦。安尼哦，安尼就够爱练啦。嘿，想袂到手语吼，因跳个遮好看呢。彩云哦，足专业的咧。你妈妈互你负责募款的表演活动哦，真正是 good idea。无啦无啦。辛苦啊，恁两个啦。休困一下，休困一下。彩英啊，辛苦啦！红梅师姐来了，这杯给你啊。多谢多谢，辛苦啊辛苦啊。妈，这是迄天的活动行程表，你看一下。对啊，这哦要看较详细呢。我倒一项哦，还佫有欠人。哎，虫啊，你会记哦？你迄天哦负责翕相哦，你迄甚物？嘿，电池啦、镜头，你要传好好啊。妈，我知啦。哎，同款的代志，你已经甲我提醒一百遍了呢。就算讲讲两百遍哦，嘛是爱甲你提醒啦。这是我做负责人哦，应该有的态度啊，对不？看来妈妈敢那是无想要做头家尔哦。那是做起来，我的确比爸爸更加厉害哦。就是安尼哦，我唔只做奉献甲活动，交你妈妈去处理。啊，系啊啦，系啊啦。我煞袂记讲哦，这边参加的人较侪呢，啊，即马算起来，安尼减一台车，一个司机要安怎？妈，开车简单啦，交给我啊。交给你，安尼敢好啊？你身躯的伤才拄啊好尔诶。啊，这无要紧啦，大家拢咧无闲，交给我啦。妈，你放心啦。够这么开车吼，不超过30迈。啊，你也知啊，恁够一开车吼，绝对超过70迈啊！啊，到时孙阿叔这上到坐伊的车。妈，我甲你挂保证，绝对慢慢啊开。哇妈，那减一台车载，大家都无法度准时集合白人，安尼场面都无水啊呢。好啦好啦，我也无讲啥。茂安啊，你这边是免误袂来哦，一定要甲师兄师姐哦准时上家教，上重要的爱安全呐哈。Yes sir。干嘛？好啦好啦。是安尼做啦，你安尼哦，做出来我过袂 Q 啦。哇，我一个某哦，已经碗60包的糯米粉啊啦，我到后两只手拢无力啦。来啦，我搁端一盖给你看，你来看好清楚呢。真多啊！啊，是安怎你拢袂忝啊？啊，找着方法就袂忝啊！做粿吼，甲做工无同啦。做工吼是爱出力气力，啊，做粿吼就爱抓着迄个美感。安尼哦，啊，我看我是甲离婚的啦，乖乖去做工就好。对啦，实在讲吼，即届哦，咱去协助做迄组合屋工程啊，我心内哦，真正做有成就感。是啊，较早哦，咱只敢知影关钱啦，啊，即届无同呢，即届哦是咱家己亲身落去做，我才发觉讲哦，所谓的行善布施哦，就是爱亲身投入，迄发挥出来力量哦，比关钱搁较大呢。你讲有影呢？哎，好佳哉哦，即届有遐尼侪员工哦，做伙甲咱斗相共啊，而且哦，明仔载搁要招厝内人做伙来参加咱的义卖活动呢。真正足感恩的，对啊，啊，这么有意义的代志吼，爱大家来牵绳啦。嘿哦，若是靠几个人的力量哦，是无法度做到到的啦。
先生，你好困这久啊呢？换你啊！继续暖。爱两手安尼。两手。嘿啊！啊，你这样会当抹一挂衣服。嘿，你袂用干靠手啊！啊，你要用身体力量哦，去遐斗三工，安尼才会较轻松啊。对啦对啦。今仔日义卖哦，足成功的啦。是啊。啊，你去停车哦。好啊，较顺利啊。空来就好，我来搬就好。不要紧啦，啊，内底物件拢空啊，才真轻啦。辛苦你啦呢。对啊。头家有做过上好食。哎呀，无怪拢袂了了，可惜阮两个无食。啊，搁有剩两个，我有留的啦。啊，恁坐遐休困，来。够呢。休困者，坐去边啊。谢谢头家。辛苦你呢，辛苦啊呢。老的，哦，安尼画规工哦，画到吼拢袂去食物件，巴肚做枵的啦。嗯。阁有过通食无？两个。阁有两个哦。嗯，遐。哈？无啊。无啊。啊！你若要食吼，较晚的，转来去厝的，继续替我暖煮米粉，就有通食。明仔早阁有义卖的啊。哦，我昨暖到啊，规肩胛头拢咧酸痛，啊，竟然连一个粿拢食无。哦，阿哥，太衰啊！讲耍笑的啦，迄粿有效吼，无款做了成功，就算讲哦，我阁酸痛两礼拜哦，嘛有价值。哦，你讲。啊，赵旭，阿哥。我把这物件搬入去啊！好啦，辛苦啊！好，谢谢。你好。阿祖。阿祖。哇！啊，满面春风，什么代志这欢喜啊？阿惠飞吼，啊，寄加拿大那边赈灾义卖会相片过来啦。哦。哇。哦，银海募款活动。嘛办了真成功呢！是啊，啊惠飞吼，你加拿大那边嘛足拼的。哦。嘿，啊这是从安那边吼。嘿。哦，足专业的呢。伊吼真有兴趣啦，啊家己嘛肯学啦。啊，亲像你看，迄餐饮哦，啊真有跳舞的天分哦，啊常常办你一挂活动吼表演啦。嘿，袂歹啊。若是每一个人吼，会用将家己的才华伫咧组织内底发挥哦。安尼嘛袂歹啊！是啊。啊，这不是茂安？嗯。改变真多呢。啊，即马惠飞吼，拢邀伊做伙来做活动啦。我听美美师姐讲吼，啊，即马个性吼变足温和的，啊，做代志嘛真有担当啦。啊，只是哦，伊食薰的习惯也无多改，啊，惠飞较烦恼啦。啊，有进步就好啊，豆豆仔来啦。是啊，豆豆仔来啦。对啦，要过两礼拜哦，就是过年啊啦。我拍算哦，要带伊方去加拿大跟囡仔团圆。啊恁？啊，惠飞今年哦会带囡仔转来台湾围炉啦。哦。你看伊笑到安尼，就知影哦，伊一定足期待的啦。嗯，当然啦、啊。有啊，我有摕相片哦，阿飞甲外乡因看，因讲哦，迄个真水咧。啊，囡仔咧？蔡英去上舞蹈课啊！啊，从安甲茂安出去啊！我甲你讲哦，咱厝顶哦应该要换啦。加拿大这边哦天气开始变冷啊，大概落雨拢会漏水呢。迄厝顶哦本来就有使用年限，啊该换就爱换，唔通省。嗯，茂安嘛是安尼讲啦，伊讲差不多十五年就爱换啊，无若漏水哦，迄涂骹就会湿。是啊，到时阵哦地板来要换哦。是啊，啊茂安哦，分析啊真对，啊做法嘛真正确。伊即摆吼，逐工咧找无共款的厂商咧比价啦。啊，比过来，比过去啊，啊，干那。你省迄一两块啦，伊吼，甲你一模一样啊。安尼真好啊。啊对啦，啊听讲今年过年的机票无好买，
啊，恁几号要回来？再搁看卖啦。为什么？就逐年过年，厝侪拢会办岁末关怀孤独老人的活动啊。啊，今年哦，因就叫我负责啦。所以我咧想讲，过年的时间可能较无方便呢。啊，你是讲你过年无法度回来？啊，囡仔因呢？因可能嘛无遐多啦，有足侪活动，因着爱支援，着一定爱到的啊。歹势啦，无提早甲你讲。勿紧啦，任务较重要。无你来遮来搭过年啊，安尼咱一家伙嘛是同款会团圆啊，好无？啊，加拿大迄边哦，我水土袂合，啊，去电都麻烦，啊，搁再讲啊，啊，过年的时阵，我会当去病院做志工，啊，是讲去环保站支援，我是留在台湾好啊。好啦，若是勉强你吼，你嘛是艰苦啊，啊，你一个人伫咧台湾，你着要好好照顾家己，唔通伤忝的吼。好啦，我知影啦。你免烦恼，我会好好照顾我家己。啊，先安尼啦吼，再见。过年要到吼，卫生的物件会愈来愈多哦。是啊，啊真侪环保志工吼，拢赶到中南部去过年啦。啊，这么侪物件要除夕进前搬完哦，爱真拼嘞。嗯。叔爷，我看你安尼吼，不用较侪工，精神阁真好，拢袂忝嘞。啊，忝当然嘛会忝。也毋过是想到吼，即个物件会当回收利用吼，心内就足欢喜，一人也欢喜吼，就袂感觉忝啊啦。师兄，麻烦你啊。感恩。感恩。啊，你即摆一个人吼，都上界自由啊，恁某也无伫边仔甲你管，想要做啥就做啥，哪有参像我啦？遮无闲煞吼，爱阁转来帮某打扫厝内。啊，对啦，啊你今年也无等于加拿大过年，啊你某甲恁囝也无来台湾，过年大家拢伫咧团圆，你一个人敢会感觉真孤单？啊，老实讲。拄仔开始哦，真袂适应。啊，后来我转念，啊想讲我人伫台北无闲，啊无我囝伫加拿大无闲，拢是为了自在你欢喜，安尼就袂孤单啊。啊，而且这个时阵啊，大家为了过年咧办年货，啊我一个人过年哦真轻盈，会当拨我侪时间来做回收做环保。哈哈，兄，你真正真想会开呢。啊，一家人会当做伙，迄是上幸福的啊。啊，也毋过每一个人，伊这个世间，拢有伊家己需要去完成的使命，无可能一世人拢白做伙。嗯，我实在真佩服你，任何代志拢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，这实在真有智慧的人才做会到呢。无啦，应该讲是主席叫阮全家，才好我有这种体能。这是安怎讲呢？啊，当初惠妃甲茂安因两个母仔囝关系足紧张的，迄若毋是因为你来主持，惠妃嘛无可能有遮尼大个改变。
啊，猫丸嘛袂因为妈妈态度改变啊有所感悟，后来佮改变伊个行为。所以，这上大的功劳就是这主祭人的协助啦。予一个差一点仔破碎失和的家庭，会当重新有一个爱连结。孙兄，你讲得无唔对呢。阮厝吼，也因为接触慈济改变真济呢。我甲秀梅的感情嘛愈来愈好。啊，我吼，也因为你看我又来做环保吼，啊，愈训练身体愈好呢。安尼真好啊！我话苏兄，你斗三工，感恩呢。唔通安尼讲啊！啊，你来住这，大家拢是一家人，本来就是爱互相照顾啊。我若想到你加拿大的亲人会当平安喜乐，这就是我这人生上大的福气啦。啊，迄个时阵哦，外口哩单位讲啦，啊雨哦愈落愈大，啊迄个时阵哦，骂完你后壁花园一条金小耳朵，啊你啊偷食薰啦，啊突然间哦讲，熊熊单只大雷公啦，啊，真实了哦，啊人有安怎无？人是无代志啊，也毋过哦伊喘一条啦，啊惊者都甲天公伯讲哦，拜托莫阁单雷公，莫阁落雨啦，啊只要你莫单雷公哦，我着解薰。有影，爱吃铁器的人，敢真正有救抓？啊，结果吼，真正都无单雷公，无阁落大雨啦。啊，茂安，敢真正有解分？啊，君子为言，驷马难追啊！啊，家己讲出伊的话，当然嘛，啊做甲到。真是的哦！哎呦，安尼真好啦！这分哦，毋是啥物好物啊，一定爱解的，安尼身体才会健康啊。是啊。那安尼吼，惠妃一定是真欢喜对无？是啊，啊后来吼，猫安转变真正足大个啦，伊即马是超级大管家呢，伊厝内所有的开销支出吼，拢是伊管的，伊小啊记甲清清楚楚啦。啊有时阵吼，啊佫会连惠妃甲蔡英文乌白乱开钱，爱较省个啦。啊，即马在加拿大哦，有猫安替你来还家。你嘛会当放心啊！哈，是啦，啊对啦，啊时间无早，我要赶紧来环保站做回收。好，我先来去。哎，孙兄，孙兄，你是安怎？无代志啦，无代志。你个病是无啥好呢，我看爱来去看医生啦。唔变啦，啊可能是吼这两天伤忝嘛，啊可能是吼。我无挂目镜，头咧晕啦，无代志无代志嘿。哦，我先来去哦，啊，林刚再佫讲啦，吼。好，再见再见。保重嘞。你知影无啊？迄天哦，来恁家开会了哦。恁慢做哦，着做热心嘞，招大家留落来食饭啦。伊讲哦，伊要去煮，吼，真紧着好啊。大家哦，着简单食。结果嘞，真实是一点米两杯青菜尔啦。大家一看哦，着笑讲，伊哦是食清真青菜，关钱哦是走第一啦。伊安尼食，营养哪有够啦？我嘛有甲伊苦劝啊。你嘛知影伊个个性，有时哦嘛是足固执个啊，拢无要听人讲。啊，毋是伊敲电话来吼，我才甲念啊。哎，你毋通受责念哈，若是害恁翁仔某冤家哦，安尼我着罪过啊吼。袂啦，我有分寸呐。是讲你今日哪会用甲我讲遮尔久啊？恁翁仔袂转来？啊，伊甲万座去环保站啊啦，着讲哦，就去讲较欠人手啊。哎，回来啊！我先安尼啦，吼，明仔再搁讲。嗯，好啦，再见嘿。你甲惠妃讲电话啊？是啊，伊最近哦在加拿大的活动哦，实在有够多的啦。
妹妹师姐给伊真大的空间，给伊尽量发挥，伊嘛做了足欢喜的。因这两个阿母吼，真正足古锥的啦，一个人无用一边，啊，志业吼做甲下下叫。啊，我听万祖师兄讲，伊今两工啊要去花莲那边斗三工嘞。哈，已经操劳几落工啊呢？哎呦，身体哪会堪的啦？喂，万祖昏去啊，送去病院哦。我是在想讲哦，恁爸这几天哪会拢无敲电话来？啊，我住院的这件代志哦，莫让惠妃知影啦。是的啦，本来抓准哦，这期的订单会减两三成，啊，想袂到哦，竟然落一半。那会用吼，真希望唔免安尼做啦。我已经决定要留伫台湾找头路，照顾爸爸的生活。